何来此乡土之音啊？禀上上爷，歌声出自花园内，乃是一浣衣妇人的歌音啊。何来浣衣之妇啊？此妇人沦落而乡，并无栖身之地，识府中需用浣衣之人，故着他在府内浣衣啊。有这桩事吗？老夫心事烦闷，爱听乡土之音，就命浣衣妇人上堂弹唱吧。遵命啊。乡土之情心永记，乡音嘹亮根深似呀。Yeah!
方才过来，都不像本土人士啵。小夫人乃是逃难到此，乃是逃难到此吗？哎，夫人，你姓甚名谁？原籍何处？快快讲明一二吧。相爷既然动问，对小妇人问数啊。小夫
人报家。嘿，老夫有命，不怕抬头。谢相爷。你看吧，老夫容貌何故玉宇又愁绪呀？只见相爷你貌雍容，足欺妇人。直诉啊，因为相爷你
快快接来红双坠。What you